大家好，我是文潇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八个字伴。首先听我的发音，伴，波岸，伴，伴是四声。现在和我一起练习发音伴。第二遍我们放慢速度，伴。我们再说一遍，伴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伴是什么意思。一，伴是二分之一的意思，例如一半。二，伴指在中间，例如半夜、半路上。三，伴表示很少，例如一星半点儿。四，半有不完全的意思，例如房门半开着。以上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，你学会了吗？明天同一时间由雅涵老师教大家学习写半字。明天见，拜拜。